我跳到楼顶了。OK， 我跟磊猫跳楼梯，你们俩去一楼。没有来肉，肉不？我操！准备撤退，撤退吗？那就撤退。演员呢？下来下来，野猫。啊，一楼！啊，一楼有人。好了，你杀了。你。哎呦，演员呢？留你家二楼，在二楼要不要拆？不在二楼要不要拆吗？好像在。真在？真在？好抓他吗？不好抓，有队友叫。我来，我来。别死，有左把枪。没有枪。楼上我没血了，我打不了兄弟，我马上来，妈的扛一下，护卡护卡，王三，哎呀我操，记得，我操，铁子去哪了？铁子。喝饮料，去这个房间。就下两个窗口，那窗口有人要漏。进来就两个。死卡换子弹。光头都跳过来了。这是拿救了，一百二位有一个房间，哎呦打不过，又被翻出去了。他跟你锤，他跟你对拳。嗯，不对。打药去了，哎呀我真的烦，我本来想把你卖了的，说实话我在犹豫，我到底要不要把你卖了。我在人脸上跑来跑去，我操，我应该把你卖了的，我想告诉你，管不了你了，我昨晚我听不到你说话。